生命中有一种力量叫做自强，他们有的先天残疾，有的后天致残，然而不幸使他们更加坚强，挫折使他们更加自立，磨难使他们更加自信。纵使风雨露阻，纵使艰难困苦，他们依然砥砺启程，不断前行。他们是平凡的，但他们的经历却让我们动容，让我们一一见证他们的成长，感受他们的正能量。梁桂华常说，人生就像一场比赛，在这场比赛中，他有幸能成功打破世界纪录，有幸成为中山第一个残奥冠军。其实梁桂华并不是一位幸运儿，四岁时他在砖场玩耍，被输送带无情地拖到齿轮下，左腿压成骨碎，成为高位截肢残疾人。那次事故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。作为一名残疾人运动员，成功并不是偶然的，辉煌的背后凝聚了他的汗水与泪水。在年复一年的训练中，他用毅力与意志实现了他的人生梦想。2012年8月31日，伦敦残疾人奥运会的赛场上，他用破纪录的成绩为祖国、为家乡、为残疾人赢得了荣誉，他成功了。在世界体坛巅峰的领奖台上，披着五星红旗的他再次证明，正常人可以做到的，残疾人也可以做到。请记住他的名字，残奥会世界冠军梁桂华。宝剑锋从磨砺出，梅花香自苦寒来，正是梁丽琴人生经历的真实写照。在求学的风雨路上，她曾经无数次跌倒，但她永远记住爸爸的话：丽琴，站起来，人生的路需要自己去走，从哪里跌倒就应从哪里站起来。果然，梁丽琴站起来了，她成为村里的第一位女大学生，她投身到教育事业，用自己的一言一行精心培养学生，后来又投身残疾人事业，在服务残疾人的工作上兢兢业业，乐此不疲。她常说，不经一番寒彻骨，哪得梅花扑鼻香。上帝关了你一个门，必然为你打开另外一扇窗，我们只要把握上帝打开的另一扇窗，积极乐观地面对困难，健全人可以做到的，我们残疾朋友也可以做到。我行，你也行，加油。很多人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，总是用异样的眼光打量这位特别的女孩，她就是郎子方。残疾为她的生活、学习和工作带来极大的不便，虽然付出的努力比别人多，但被承认的并不多，这使她常常处于茫然和自卑中。父母经常开导她，肢残并不可怕，最可怕的是心灵的伤残。后来他逐渐走出心灵的阴霾，业余时间不断进修，取得了大专的学历，现在修读本科的课程。子方在实习区残联工作，他深知残疾人需要理解，需要照顾，需要关心，经常到公疗站和残疾人家庭开展服务。他说，不逃避现实，勇于承担责任，
即使是残疾人也可以成为主宰命运的强者。我行，你也行，加油。残疾人每做一件事情都要比正常人付出几倍的努力。徐明虽然自学了很多技能，掌握了很多技术，然而高中毕业后的3年时间，他不断的求职却不断的碰壁。在经历了无数挫折和失败之后，他颓丧彷徨，苦问自己，难道我真的是废人了吗？我还有手，还有眼睛、嘴巴，还有聪明的大脑，我一定要用好这些健全器官，立志做一个残而不废的人。正是这种执着的坚持，徐明取得了大专学历，成为高级工程师，组织了美满的家庭。现在他又加入助残志愿者行列，用实际行动回馈社会。我站没得站，加油。黄成，一位来自黔东南山区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残疾人，对舞蹈有着深深的挚爱。他从小就喜欢编舞，也从没有放弃过这个梦想。2003年，他来到中山工作，身无分文的时候依然追逐着舞蹈梦，把自己最值钱的2件衣服卖掉，带着仅有的20元钱奔向三乡。他对舞蹈的执着和热情感动了妇联的老大姐，被留了下来。在这里他尽情释放着天分与才华，并带领三乡工人业余艺术团走进了首都北京，展现由他设计的服装和舞蹈，实现了儿时的梦想。他说，因为有梦想，生活才有了动力，只要有坚定的信念，梦想就不会遥远。我行，你也行，加油。儿时因患小儿麻痹症，周雪娇不能正常行走，经过数年的奔波治疗，他可以走路了。然而11岁时又一次车祸让他永远失去了行走的能力。结婚后，他与同样是残疾人的丈夫自主创业，承包了近50亩地，创办了阿娇农业工作坊。但命运总是喜欢捉弄无辜的人，他们养殖的观赏鱼经历了3次慢顶，最后血本无归，欲哭无泪。但阿娇从没说过放弃，而是咬牙渡过难关，东山再起。在事业成功的同时，阿娇主动为残疾人等就业困难人员提供机会，目前已有30多人在阿娇农业工作坊工作。他总说，在有些人眼中，我这个家庭很不幸，但我认为自己是幸运的，因为虽然历经磨难，我依然能够活下来，能够自食其力养活自己，没有成为社会的负担。我的美的的加油。于德峰在11岁的时候因视神经萎缩导致双目失明，然而他从未向黑暗与困难低头，通过不懈的努力和奋斗，创立了规模较大的按摩机构，并涉足 IT 业电子商务。他开发的读屏软件为盲人融入社会带来了极大的帮助。他认为
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有起伏的，一旦确立了目标，就一定要专心致志，坚持不懈。残疾人只有更加专注，才能拉近或者超越其他人。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。要成功，决心和恒心缺一不可，这是一条没有捷径的艰辛道路。磨的雷多的加油。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。每一个残疾人的背后都有一段艰辛、崎岖、辛酸的故事，然而他们用自强，他们用自信，他们用自立，书写了幸福美满的人生。他们坚信天生我材必有用，他们坚信风雨过后见彩虹，他们坚信我行你也行。加油！